书一生教导无数，曾经看过情景光明的文生，因为对微细义理的了解不足，认为以过去所学有所为念，所以因竟然不思请教，便自退师门，实在是可惜。赵如同弟子未理解为性与空义之间的矛盾，无以为为性，也是有无究竟的所在。不知其实的问题是自己所学不清。有时阵一知半解的伤害，完胜于不知不觉。不知不觉的人，因为心无成见，所以也阁有机会接受正法。只是一知半解的人，想要再处多偏为正，这就全看病书善友的因缘咯。苦罗那多啊，只要为师尚在人间，你就放心继续去。继续问吧，真理是不为变，也不怕问的。感恩师父，未来为师也会主动提问，关心你学习为识的进步。是，犹如师父的提点。我学受教了，大师。既然唯识思想如此殊胜，为何在中土少有流传？思想虽然是优点，但也是缺点嘛。假使佛学的基础那是无够，接触微识，就如同闲开天书，会晓读，但是无法度理解呀。大师，那是要宣说无人听有的微识，不如依照大众的根基。先开演一般的福利呀、啊，这对啊，大师，《金刚明经》受到如此欢迎，唔就是代表这是信众所需要的福利？现在众生若是真正知影因家己所需要的物件就好了。李威，您的意见，并且会好好啊参考啊。大师，请留步。为识虽难，敢讲就唔免去恶心，哎呀，这是何等的矛盾啊！只要是真理，是命啊答案，受限困难，你不愿承担。婚姻过眼，明镜轮回时，此情何堪？果然是困难的永远
不是佛法本心啊，你是障碍人心的习气啊。净宗甲法顺，因两个人的想法，用的讲是，惊啥合法氛围的缩影。恐惊惊啥，便非风团威胁的好所在。走鼻哥，但是那是离开京城，又该往哪里去呢？哎呀，大师，这有一封吴江的敬孝法师写来批，请看。见笑吗？所闻伊天主佑伊，在吴中也是一方之书，不知伊写信来，唔知有何事告？现在。现在大师如何？敢有抹下下落的所在？有，且替贫僧清理行李和金钱。贫僧要应敬孝法师的邀请，前往吴江奉团为圣。原来金光明君的重点在忏罪悔过，
卡叔只是上头千遍，嘛无法得到四天王的好奇呀、啊。正是，托经不只是都爱托立心，更加都爱用心行啊。如此经文所教示的法印，才可以彰显出来。有道理，佛法是心法，同时嘛是行法。遵于心，嘛爱用于行。经过大师的提点，我下独联用通了，未少道理呀。经小法师，你的聪慧也使贫僧大开眼界啊！再去问法，下道都会当为上重选。即次你要请贫僧前来，亦经弘法，唔知希望要学习什么内容呢？当然是大师在京城所弘扬过经文啊！是八字经、护国经、涅槃经，拢是在地正俗所盼望的啊！大师，请问有什么问题？现在你的请求无问题，有问题。是我自身啊。离开家乡远方去，暗中心意无灵大叔啊，请问你是不是在咧考虑业经的代志啊？对，业经需要学习丰富的精灵协助。卡叔那是有经验者，是更为理想。人才辅教一向是作为费时甲费心的部分啦。大师，这不过必有理，这点请你放心。两位法师，久等了，请进来。大师，你为何来到武昌呢？大师，你突然离开京城，真相拢非常震惊，依不舍。为什么那会这么突然呢？大师，
我哈其实也有同款的心愿啊。生死大海，求真扩大心田，万感恩三界回天盼人间，我做谁大师相传，大师请相传。现在，我答应你，您拢起来。感恩师父，感恩佛菩萨。东东西连，我心不心跳，相随地眼将星宿，我虽骄傲，点滴不加愁，为生所想，万世英雄留，英雄。当得到各位的协助，为师请教，传法的慧妙已经再次燃起了。现在，像这种代志，为国竟然趁机进攻江陵，而且斩杀先帝，这是何等的体量！当时北方这国也是虎视眈眈啊，咱袂用阁让局面继续乱落去。有了，我有一计。用何真安王
刘皇虽然不是皇帝，但是已经足以安定民心。算了，就是观察，而且除掉一切反对的势力。德体为君，天昌公，风范济国。真的手指一动啊，将将书在，统团军令，国家悠然，随军将杀数方，是。地主相随，本来想讲要对小妹为设经典开始欢迎，想袂到果然接连发生，这又果是会当维持偌久？大叔即马人伫倒位啊？我早已派人前往新湖迎请，用我介绍，这位就是萧文萧大人呐、啊。
感恩萧大人，你这边派遣苏将，何为兵精前来呀？